做要抢救我托书，把我跟医生沟通都搞好哩，就你会当成功，为寻太幸运，把所有手里的医生全部整开。多谢你。我已经个人伪造一份一模一样的委托书，你必须要在当时的开始进行，把这份提去跟唐永全一份调包。我要给唐永泉在当事会当地发现整个都冰雹，让他永远都没翻身的机会。那这天唐永泉哦，我这份啊委托书你根本都不是我的对象。你到底是要不出卖我？你说啊，你敢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都是为了你跟浩杰明在打算。我是希望你老实说出来，啊，如果没死够你去吃免吃饭，我是不肯去面对。我今天有一天你会没把事情没法度收煞，所以我拜托你别再做坏事了，我就给我一天会失去你的。你是什么人？刚才敢不敢指认你到底人多少？